你解決唔到我嘅問題，我乾脆就要出賣身邊嘅人。唔想做黑社會，我想做好人。 你认唔认得我？我认得你，咁小心啲。我系保安夫杨锦明，你两个部查紧我，你知噶。跟咗你好耐啦，唔系讲咁多废话啦。 你帮我，我帮你。睇嚟韩心仲会完全信你喎。唔满意啩？嗰度成千万军火噶，俾翻人啦。我的货呢？陈永仁寄咗饼带俾我。 陈永仁寄咗饼带俾你，老 Sir， 喺我 office 玩得开唔开心？我跟咗韩心几年，我都未同佢关系，都应该同我解释下啩。我唔需要同你解释。杨锦明嗰边我搞掂，俾多次机会我。对唔住，我系差人。 Yeah.